七月九日，作为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参演剧目之一，儿童音乐剧《月亮上的妈妈》九日晚亮相中国儿童剧场。这部戏以幽默童趣的舞台艺术表现手法，关注关爱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生动展现了人性之美与亲情之爱。该剧运用现实、童话和梦境相互交织的艺术手法，将中华传统故事里大家耳熟能详的嫦娥奔月故事跟现实生活中打工妈妈等进行巧妙嫁接，载歌载舞地讲述了三位可亲可敬可爱的留守老人为疏解留守儿童理想思念妈妈的痛处，进行一番斗智斗趣斗乐的奇幻故事。非凡娱乐实时报道。